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金曲歌后蔡健雅九月经川与法籍甜脸师约翰马丁复合，大方在 IG 晒出男女四指交叠照。不料复合才三个月，蔡健雅近日再度关闭 IG 账号，与去年分手情况一致。蔡健雅去年大方认爱甜脸师男友，但在去年圣诞节前后却无预警关闭 IG 账号，直到三月重新开放时已默默删光两人合照。不过今年九月，他先是晒与约翰马丁牵手照秀恩爱，十月宣传明年列慕尼亚巡演时被问及复合一事，还春风满面的表示遇到频率对的朋友会让人磁场变得很正，等同低调默认两人关系。据一周刊报道，约翰马丁事业忙碌，只有来亚洲巡回教课的时候才会与蔡健雅联络，情侣关系宛若期间限定，并指出两人恋情是败在远距离。而蔡健雅遭曝二度情变，经纪人对此表示不清楚，也不方便回答艺人私事。热爱做甜点的蔡健雅明年一月底打算赴法国进修，目前已收到了面包学校的录取通知，是否三度复合有待观察。蔡健雅去年认爱翻设自 IG， 蔡健雅再度无预警关闭 IG， 翻设自 IG， 蔡健雅经传二度分手法籍甜脸师约翰马丁。资料照，记者陈义全摄。